开心的跟着您，等您回头的带领了上来。然后呢，看到他们两个人感觉我们是主持人呢，然后后来看到那个就是他们几个人的人生呢，他们说要用比赛哪个方式进行呢，那么大家欢迎听这个掌声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生呢，就是很开心的。好了，请给我们现在的掌声，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人生。今天的电视台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，欢迎大家。